人活泼满了生机朝气，如同天使来在人间，如同天使来在人间。没有谎言，没有诡诈欺骗，敬畏神愿力和真心爱神，是神所喜爱的城市人，是神喜爱的城市人。美好的天国是城市人的天堂，是城市人的天堂。喜爱真理的都是心灵城市，都是心灵城市的人。城市的人以实行真理为乐，以实行真理为乐。离开生活就是黑暗痛苦，活在神话里才是释放自由。实行真理就不受任何辖制，我心里只有神，只有真理，只有神，只有真理。天天活在神话的引导之下，活在神话的引导之下，接受神的检查，活在神面前，珍惜爱神就是幸福快乐。在神